大白糖吗？大家好，我是第8888881号选手，我给大家带来一首《十面埋伏》，结束，谢谢大家，记得 pick 我哟。游艇6666刷一波，阿姆巴丁，欢迎来到我的地。今天晚上好吗？今天是我们。 优雅的皮肤，超级赞！超级赞！哈哈哈哈哈！没来呢！啊！一个个开演唱会呀，真是的！这个开演唱会呢？耶！噔噔噔噔！天下英雄，今天聚集在，听说有不少是乔峰昔日的好兄弟。 你锁电吗？耍剑！信不信杀了你？喊我！陈毅是几点？我不是。拍照。你知道今天要拍到几点吗？还挺专业，你一直问问题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在吐槽。你的。 之前的都专业休息，就是他一直问问题呀，就是那是就是那拍特拍，不会问。我觉得今天晚上吧，明天早上，我觉得是明天早上。我预想，对啊，凌晨呢？快的话，那应该是凌晨，9点10点。慢的话，可能就到凌晨了。想多了，通告都写到11点半。 通告都写到11点半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就是人，你总觉得你自拍的时候，看他跟在现实生活中看起来那么大区别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在自拍的时候，你的表情管理和你的肢体状态，是你在平时生活中不可能有的。你不可能出去打个车，老板带我去长隆，不对，师傅带我去长隆。 想去那条街吃个火锅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所以日常生活中是不会有那种照片上面觉得很好看那种妹子出现的。师傅，可以载我去吃一下车轮饼吗？猜猜我的指甲是什么颜色？没有颜色。错。蓝色。错，红色。再猜猜我的指甲是什么颜色？红色。错，蓝色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 猜猜我的指甲是什么颜色的？错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是蓝色。嗨，嗨，不要拍，不要拍，不要拍，不好意思。这个场景漂亮吗？什么？你猜？他说什么？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好不好看？
你为什么不回答我？我觉得不行。你为什么觉得不行？说出理由。我觉得不行。说出你的理由。给你个麦克风。他这个是，编梦幻蓝。当然是。我们要的是中国红。中国红配的就是梦幻蓝。哎，自古红蓝出 CP。抖音。看到一个旗子。我看到一个大洋。我看到个裙子，我看到了一个女鬼，那就是哑谜。快拍他！大家好，我是中央中国戏精学院东北二人转系。